勇士在主场一百二十比一百一十七击败了独行侠。这场比赛非常经典，除了 Clay Thompson 第一次回到了金州勇士打球之外，我觉得 Stephen Curry 三十七分九助攻，在关键的决胜时刻，一个上篮，一个三分球决定了这场比赛。Stephen Curry 他还是联盟超级球星，所以这场比赛勇士靠的是什么？第一个 Stephen Curry 关键时刻的发挥。 第二个，勇士今年打出一个非常棒的团队篮球。这个团队篮球角色权，每一个人都可能可以挺身而出。在 Stephen Curry 身边，以往可能只有一到两个重要的得分点，但是今年变得不一样。t h e a n t h o n y m i l t o n 他变成勇士队 Stephen Curry 最好的一个先发搭档，他能控球，能防守，关键时刻不会手软。从板凳出发的 Jonathan k u m i n a 得分很关键。 Body h e r e 已经成为勇士队第二得分点。另外包括 Kevin Love 的篮底下的篮板。Trax <icks, S 1> Jason Davis，他在禁区里面的护框能力，还有 Podzinski，另外 Moses、er、Moody 这两名后卫，整个勇士队他的阵容深度变得更棒。Stephen Curry 之外，他有非常多的帮手，所以今天在主场，勇士队可以击败独行侠，靠的就是第一个团队篮球，第二个关键时刻 Stephen Curry。 他无解的发挥，那对独行侠来讲，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们打得相当出色。两名内线 Daniel Garful、h e r a y Lively 二4在内线吃饼吃到饱，两名常人都带给勇士队足够的压力。而独行侠的三巨头呢 c l a y Thompson 二十二分 c a r a v i a 二十一分，卢卡三十一分，五名核心的关键，他们的发挥，他们的表现，他的团队命中率五成二，独行侠打得非常出色，但是很抱歉，他们跟勇士比。 这场比赛，勇士很明显的，勇士队整体的战力，他的团队等级就是比独行侠再高一个档次。独行侠上季是西区的冠军，我也曾经半开玩笑说，独行侠上个赛季没有错，他们在季后赛打得非常好，但是运气的成分还是蛮高的。那目前看起来，独行侠这场比赛输给了勇士之后，五胜六败，胜率低于五成，那这个开局还蛮符合我对独行侠的预期。为什么？ 我没有想到独行侠会打这么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Clay 他会起起伏伏，他可能每三四场会好一场，甚至于每五六场会好一场。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帮助独行侠成为一支不同等级的球队。我觉得独行侠第一个，他必须把防守拉上来；第二个，卢卡的打法跟 k a r i Irving 的打法或许适合在季后赛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欠缺一个把帮助队友更好。 让整个团队的篮球打得更极致。我想今天在勇士队面前，勇士做出了最好的示范。除了 Stephen Curry 之外，他们其他五到六名关键的角色，全一到两名板凳上来的骑兵，都有改变比赛的能力。我觉得独行侠现在欠缺的是这个，他不缺核心的巨头，他也不缺内线的攻击武器，他的侧翼也有足够的防守兼并跟三 D 的全能球员，但是整个独行侠。 他这个开季打到目前为止就是不如预期，卢卡还是以前的那个卢卡，Carriavin 还是无解的 Carriavin，克莱汤普森差强人意，他还是偶尔会爆发，但是就是我讲的每三四场四五场他会爆发一场，所以我觉得整个独行侠还欠缺调整的空间。Jason k i d 这个赛季会非常的忙碌，他怎么把独行侠拉到西区冠军这个等级？怎么帮助独行侠团队做得更尤其是防守端，他必须把防守端拉上来。 另外就是独行侠的进攻打法太好预测，反正球不是在 Carry 的手上，就是在卢卡的手上。我想这个部分或许在战术端，独行侠可以做出更多的应变。那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，勇士队今年已经成为一个争冠级别的球队。那上季的西区冠军独行侠，可能距离西区决赛的这个层次还有一段路要努力。